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H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本周的天地劫手游官方的更新呢，最主要啊就是浮屠城再开一次啊，浮屠城再开一次，时间是11月11号到12月15号。然后再来是精选啊，精选池幽岩藏天。那这次如果大家没有抽到离幽的朋友们，那这次可以去抽一下。那基本上呢，三个角色一定是会抽中的，一定是你没有的角色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你已经有黑龙跟韩千秀，那你一定会中离幽这样子。黑龙大家都有吧？好啦，最主要是这个精选啊，11月11号，明天。好，再来是全新的外观哈，蝶变啊，这个蝶变是英熙的外观，那这个英熙外观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啦、啊。我自己是还好。好，再来是超值礼包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好像这次没有什么双十一的活动。好，那这次的礼包是这个1690，然后是四颗礼运石、十字金、铜钱。那每轮每换呢是870块，外观券128，十字金四颗，铜钱。然后111光棍礼包啊，还是有双十一的东西啊。这是990块，随机绝品四品跟魂石绝品，十字金。十字金199，铜钱999。哦，不过这个跟好像跟陆府那边的活动差有点多哈、哦。我记得陆府是加倍啊，出值加倍啊。不过因为版本不一样嘛，所以就是有所差异啦。好啦，就是大家也只能接受了。好，在异常修复是修复部分剧情文字繁化异常哈、哦。然后再来是天之痕利刃谋刺关卡碎石 buff 说明跟天之痕对话中特殊赐福的问题 ，OK， 这个都是小问题了。那不知道大家天之痕的活动已经打完了吗？然后活动的 boss 战啊 ，boss 战应该快要开才对。然后蓝格怪异的另外一个时刻碎片是打 boss 首领战才会得到的哈，所以大家为什么会还差十个，这是因为在首领战里面可以获得哈。好了，那本周没什么内容。好啦，就这样子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